Uniqlo 的滑点。越南的中秋节是提灯笼的，奶茶非常非常的浓。定价一下。Hello， 我是 Becky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一日的 Vlog 系列。今天要先带妹妹呢去学校，还要去换钱，还要去修我的相机，再带娜娜去吃吃喝喝。那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 ，Let's go。今天是妹妹学校的报到日，换学校了，开心吗？不想啊。我不想离开，带了卡片。卡片给你的朋友，因为你的好朋友要来上这个学校。嗨，我们现在在吃早餐，吃的是这个牛肉丸的胡丢，好吃吗？超好吃的，还有刚刚的板滚，已经被我吃完了才想起要拍。那我们刚刚去新金熊已经换钱换完了，它有一半是金饰店，那另外一半呢就是换钱的地方，所以也看到蛮多越南人拿着一些外币来换钱。那我换的金额是10万的台币，那刚汇率是772，就是7720万，换10万的台币，蛮神奇的换钱所。那我也有朋友是长期在这边换钱，那这边生意其实蛮好的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回到第一郡去修理我的麦克风。中秋节前两个月呢，就会出现这样在路口有这种卖月饼的摊子。现在来修这个麦克风，然后我的这个接收器呢已经不能充电啦。不过它还好还在那个保护的范围内，所以他就把我这个留起来，可以帮我维修。哎呀 ，OK， 他们在 Uniqlo 小叮当啊，哆啦 A 梦，哆啦 A 梦，哆啦 A 梦。你看这是什么？板米啦、啊，这是越南系列，跟越南本地的艺术家合作的系列，好可爱哦、喔。Uniqlo 的花店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这是向日葵，来书局买开学用品。越南的中秋节是提灯笼的，所以现在呢，书局也开始在卖灯笼。书局有卖他们的教科书。他们从小就是写字，就是需要写这种字体，就这样卷来卷去的。我们现在在高岛屋里面吃午餐，北海道的日本料理店。然后刚中午的时候，这边真的生意超好的。我们刚刚等了一下才进来，结果呢，我们才两个人，他给了我们一个小包厢，来看一下这个包厢。我本来只想要简单吃个午餐，就他给我一个小包厢，我都不好意思点太少了。那我刚刚就乱点了很多，在这里等一下我们的午餐吧。哇，我们的餐都已经到了，耶！哎，我的不是一点点的。搞这个包厢有点不太好意思，所以就还点了两个主食，然后还点了一些其他的，希望我们可以吃得完。吃完，当然吃完。这是妹妹的鲑鱼卵蒸蛋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两个先吃吃吃，好软软的。刚我用这个相机在录影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大叔就在旁边一直看，一直盯着我，一直盯着我们。后来他就忍不住走过来跟我们说：“哎，你这是 Osmo Pocket 2 吗？”然后他就说：“我也有一个，我也有一个。”这是个日本人，所以应该是他们的主厨了，就很可爱。带妹妹吃冰淇淋，哇，这家店也太可爱了吧！
吃冰淇淋。等一下，冰淇淋好吃吗？很好吃。哇，这么多 super， 这么多 super 在这里等，都是 super。有没得买过去哈？啊，用来跟哪样？không lần ít lá cảm ơn chúng mình đã được rồi. 国王珍珠奶茶，我们刚刚吃完那个冰淇淋，然后看到隔壁有这个吃茶三千，一时没忍住就来点了一杯珍珠奶茶。那大概也等了20分钟、30分钟才拿到这一杯，人真的超多。这个珍珠就还是热的，还蛮 Q 的，然后奶茶非常非常的浓，非常好喝哎。我是点无糖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结束喽。不要！干嘛？那我们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结束了。今天真的是超级充实的一天，我们从7:30左右就出门，然后一直到现在还在外面。今天行程真的是超满档的。好啦，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。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